日本媒体报道称，六月十日，中国海关总署发布五月贸易统计数据。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六月十日报道，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，今年前五个月，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减少百分之三点二，降幅相比前四个月的减少百分之四点八有所收窄。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网站公布的数据，参考消息网梳理发现。 在今年一月出现百分之一点九的上升后，自二月份以来，中国对美今年累计出口同比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，降幅分别为百分之九点九、百分之三点七、百分之四点八及百分之三点二。其中，二月降幅最为明显。在单月对美出口额方面，今年一月至五月，分别为约二千五百二十一点一一亿元、一千五百四十八点一四亿元。 二千一百四十九点八五亿元，二千一百零七点四七亿元以及二千五百二十九点一亿元。其中，二月份对美出口额相对较少。在进出口总值及进口额方面，据新华社六月十日报道，前五个月中美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一点四二万亿元，同比下降百分之九点六；自美进口三千三百五十二点七亿元，下降百分之二十五点七。 对美贸易顺差七千五百零六点二亿元，扩大百分之十一点九。新华社援引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庄瑞的观点认为，中国对美进出口的降幅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，美国市场对中国产品的依赖高于中国市场对美国产品的依赖。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。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，请订阅。谢谢。